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现场时间。那今天这集的话是3月16号的活动开机公告介绍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说，这次的更新有更新这个版本啊，就是这个那个 Play 商店啊，或者是那个 App Store 的这个版本，就是记得去更新。那它也会强制跳出来叫你更新的。那这个奖励应该都差不多啦。好，那这周的话主要就是推出这个台湾英雄的球员卡，就是17年的 A 弹第一弹啊，就是第一弹第一期的 A 期的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我下一集应该会丢两集上来，一集或两集啊，就是再看情况，再切去做介绍。今天东西太多了，我应该赶不完。好，那这个赛事神预测的话，没有因为这个中华队就是没有比赛了就停了，所以还是有赛事神预测。就有兴趣的话，还是可以去看看这个。然后这周的话，更新那个试炼之路13年的国家队的打者篇加五，然后 Battle Pass 的话，一样是在这个特别版的，就是国家队很多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我最近弄一弄，再赶快丢上去啊！对，好多，最近东西好多。好，那这个一样生存模式，就是之前的那个什么，各队的那个生存模式。那这周的话是变成加时版本，然后还有这个兑换奖励更新。那这个我应该都有开箱过，我不确定这部会先上，还是那部会先上，应该是这部会先上，但是应该今天全部都会上啊。对，今天有5部，好嘞。好，然后这个。这是登录口啊，这个就是我有一集好像就有讲到，然后还有那个球场大荧幕，就是那个什么打击率，对，2.0的那个，就是那个 bug 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球场大荧幕啊，会有写那个打击率跟球员图案的那个。然后这个每日任务的条件更新，就是先把这我不知道是暂时还是什么啊，把这个全垒打大赛换成调整广告一次，这个对大家都好了，就是，看广告也快了，看一个讲这看一个广告，好像比挂一场全垒打大赛还要快。好，然后保证班的话是416352，这都跟预期的差不多。然后这个就是粉砖的活动吧，然后活动礼包更新这个就大家再自己看，如果有比较特殊的我再做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啦，新卡节这个我下一集再讲啊，这个东西好多哦。那赛事神预测的话一样就是这一个，那这个的话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些人有兴趣，这个的连结我等一下丢到下面去好了。好，然后礼拜五的话是41，然后礼拜六是63，然后礼拜天是52，然后 Battle Pass 的话奖励我今天应该是上不完了，明天再丢吧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我看看，这个就是不是跟上次一样啊，就一样的东西。然后 Web 的话带大家看一下，主要可能就在这两个身上吧，这个。这个11、12期的跟这个这次的超级中华队，然后就没了，对，就差不多这样子。超级中华队的话，那个目前的卡价比较未知一点，所以它详细的比值也不太确定，现在到底可不可以买？界限这个都一样啊，经验一样。哦，看到这个就有人有提醒我，完了，传奇电台又要结束了，又有新的东西要丢下来了，怪物卡也要结束了，好。就这样啊，就很短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今天这部就到这结束了。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。